英皇艺人张智恒6月29日现身香港铜锣湾，为香港国际青年流行音乐大赏海选当嘉宾。日前因为许志安放弃9月的红馆档期，张智恒跟关智斌组成的 BOYS 趁机申请红馆档期获批，确认在9月14日在红馆举行演唱会。自称现在每天做运动跟练歌练舞的张智恒，是否要跟好兄弟关智斌比身材呢？其实因为如果要跟他比的话，真的这辈子也不能够比，因为他太瘦还有太壮，我怕两个月的时间我追不上赶不上，所以我尽力把我最好的状态交给大家吧。 BOYS 跟阿萨阿娇、容祖儿、郑希怡等英皇艺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 BOYS 这次在红馆开唱，这些好朋友们肯定也会捧场吧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有好多人马上就已经说我一定要来玩，一定要一起上去跟你们一起去玩，所以我怕如果嘉宾的话，我怕要坐10个小时也不够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，那天应该好多好看的嘉宾。另外，最近阿娇被拍到胖胖的出席活动，被怀疑悄悄怀孕。如果 BOYS 开唱的时候阿娇真的怀孕了，你们还会请她上台吗？我真的首先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状况啊。第二是其实阿娇那么美，她就算怎样都会美，所以瘦跟微胖也会美的，所以对，就是美，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